有会唱的朋友吗？有吗？我刚听到有人尖叫，要不然就是大家不会唱的，就打开手机的那个闪光灯，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左右摇摆。对对对，如果真的不会唱哦，只要去运动室练习就好。哎，我看到左边的有闪光灯哦，右边的不能开始哦。接下来三位评审，这个是不需要评分的哈，OK 。